我的不朽应该有2秒吧，不然至少也接近2秒。哎，我一直被打。哎，没空点啊！喂，boss。哦，跳起来！黑暗已尽，哎，没开到，手太残了，这样都没点到。损失3片，3片碎片。这次我没有路过，索福没有，啊，记一下时间，17，哦，到 BOSS 了，看还是鬼啊！这鬼怎么那么靠北？两只，不，不，哦，没上去，莫名其妙啊！我怎么死的？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死的，唉，这打这只都会死就对了。烂透了！啊，这金密林木是一张烂图。不打王还好啦，这王太扯了，莫名其妙被秒杀。看人间值。倒退啊！那还是乖乖打七阶图好了。我这个鬼太多了吧？黑死林木。可恶！我90等就开始堆尸冲突之类的。我本来好像快50%，先把这 boss 打死吧，还是 boss，现在也快死了。boss 在哪里？那。好像是被他喷出来的东西打死。
这是白图诶，白图都可以把我秒杀，太扯了。可能，我身上还有鬼魂。哎，哎，还要回血啊！看来我在那边死到没经验了吗？要回血啊！机车哎，可以再扯一点没关系呀。你要写满了。这游戏好难玩啊，写满了。被他喷到我就死了。那等他把尸体吃光，我才能玩吗？啊、哦，吃你吃，都给你吃。喂。哦，没中，没中。那有扣血吗？你在吃啊？哦，有扣了，妈的！等等等等等等，可以这样一直吃尸体的吗？算我怕了你了，好吗？哎、欸，又有尸体，一次吃完好吗？我没有拿那个炸尸体的、啊。哎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干！还有小怪。这游戏好难玩啊！哎，怎么又有这个？没跑出来的。你这样永远不死啊！打屁哦！呜、哦，又被他那个喷到。那永远不死啊！一直生小怪啊，一直吃尸体，这样怎么打？都过来！啊，哎、欸，闪掉，闪掉，没事，没事。这边有尸体，他身上还会放一堆诅咒光环啊，不能靠太近啊。刚才他身边有三只鬼啊，还好只有一只上去，三只的话怎么打？双坠魂也不是这样解的啊。
菩萨啊，谢谢。掉个烂东西。我好歹打赢了。这有这么难打？静谧陵墓，超坑的。我要打黄色的哎。不一样。根本对近战太不公平了，这只靠近要被他几个诅那个几个诅咒啊，四个诅咒光环，那只能远远的打，不然就是看有没有办法把他秒掉。我这只不行，秒不掉他。七。先报仇杀小怪。没小怪。卖东西，卖东西。剩两个门。好，本来快50%。30%，机车嘞，这张再打一次黄土，有过就不会再碰它了，应该。结果没有图，还是要打它。莫名其妙啊。那招喷出来那个太痛了啊，啊如果站在他身边又被诅咒光环，四个诅咒，不知道喝诅咒水有没有用啊？算了，还是远程打比较安全。走得很慢是很慢啊，可是打人太痛了。刚才那个是有一个鬼上身，还是走那么慢？再看他原本有多慢，那个打人真的超痛的，尤其是那招往外喷那个黑黑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啊，50只，等一下，这次没有挑战。很毛一堆蜘蛛出来。11只，哦，没了。还有2只。啊，2只放生了。没图了吧？这个误板啊，误板算了。18，怒浪之港。就是后面打，不然我觉得会被玩玩死。继续刷这张好刷的图，汉墓林地雾凡啊，也没有很好刷，可以不要加雾凡吗？这个还好，
哦，然后爬阶梯啊，哦，46:1耶，我打这么慢，真的打得满10000吗？现在都已经第几天了？19天的样子。第19天呢，才完成了1/20。然后等一下你们就一直看到我在打这张了，因为我那边还有一小排。其实这个时候应该看个动画，边看边打哦，顺便补番。那蓝图而已吧，应该没有那么容易挂掉。我觉得我的飞刃又变小圈了。好，我把那个增大范围加 Q20。boss，这 boss 真的跟小怪长超像啊，不放招根本以为他是小怪啊。你为什么这个还在？没按到。双持，哦，这个攻速，再一个攻速好吗？哦，斧，双持的斧头最后一个，妈的。欸，还是拿单手斧。欸，这个好像有价啊。不知道价位是多少，3:1，想太多。双持斧头，啊，可惜那个刀锋乱舞没有斧头，我不管那个都是刀锋的。刀锋吃攻速嘛，好像也有吃一点。为什么刀锋乱舞不能玩斧头呢？记得只有爪、单手剑跟匕首。不然我就发了。
拿不起来。啊，卢米耶，居然有人说是垃圾，虽然他被砍了，这还是蛮好用的吧？为什么每个人都回垃圾？哇，灾害！暮光海滩，有暮光的黄土打了吗？还没，等等可以打一下，可以卖三星。哦，有哪里有灾害三星？收全收。我听说那个刀锋乱舞出来之前，灾害抓一把五星是真的，听说啦。哎，听说好像也不能加真的。听说灾害抓一把五星，哎，这样讲就对了。听说都是听说的，有没有怪啊？切都是听说的。扶起来。哦，谁要拿去？什么东西？末日的愚者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他应该被密爆了。在爱床，谁要拿去嘞？我觉得他应该被密爆了。阿古的丹凤剑，哦，瑞风细剑，啊，到现在还没打到崇高啊？怎么大家都有崇高可以打？崇高呢？觉得我打这个是花太多时间在捡东西啊，然后都没捡到崇高，太不划算了。还有14只，14只，还有9只，9只，啊，反正有掉土了，不打了。喂，开了一只野蛮人，打算玩正火图腾啊？现在正火不夯欸，刀锋乱舞正夯。喂，哦，不好意思，超久都没有注意看，靠，2:10哦，超级久。唉，我都要看世界频道，都没有看我的聊天室。拍谁？拍谁？正火，不玩一个刀锋吗？正夯欸，下一把应该被砍。黑刃士还可以玩啊，我觉得跟我上一只好像差不多。
因为我都没用到电水，又补了水变少了，还是可以玩。你要干嘛？暮光海滩，不要误翻，额外闪电伤，攻速，好吧，我觉得我应该会死啊。对，还有额外二次连结，啊，啊，镇火图腾，镇火图腾杀怪真的效率有点差，他就那个圈圈有没有重叠到的地方还没有两倍伤害，没有啊，BO1 换了啊，他已经变成那个刀锋乱舞了，他只是前面练等用火圈图腾啊，他已经变刀锋乱舞了，正汤，好的，还有朋友给空降，超爽。啊，各种羡慕嫉妒中。不知道是不是国际服的空降比较便宜，的大台服空降超级贵啊！看我多可怜，知道拿这把金库暴风拿篮球，就可怜呢。然后拿空项的话，也不用绑那个免晕链，又多一个项链，这太贵啦，要81差，傻眼。哦，才好多只哦，太多了，太多啦，虽然多一点是好事，可是这也太多了。而且还有一堆兵墙挡路，没了，没了吗？没了，捡不起来，好，先把小的捡起来，杀个王再回来捡。换色死。为什么一张地图不能无限门呢？这样就可以一直堆尸，多爽！也不对，堆尸也不行啊，这样会没有经验值。是欸，这只可以解那个双坠魂啊，我已经解过了，就不解了。这坠魂很可怕啊，喂，死去，喂喂喂，
四图腾组合，你有没有试过毁灭家那个？那招叫什么？忘记了，偷看一下。毁灭家，诶？我找一下，找不到。哦，你说的是这招吗？我超华丽啊！那没什么伤害，我没有点法伤。哦，不是没有点法伤，不怎么点法伤。说的是这招吗？那够不够华丽？像放烟火。那招叫什么啊？混沌伤的法术。毁灭家好像瘟疫是不是？好像也不是瘟疫，哪一招？咦，好像是毁灭加瘟疫啊！这两个打起来也很猛，应该是啊。刺根柱子好像下雨，我把我的先拔掉会比较快。那差不多嘛，这样也是像下雨啊。可是我的伤害真的很低呀、啊，这样有没有像下雨？差不多1秒可以放3次火雨吧，应该。导时释放0.36，哦，没有2点多次，不到3次。接近3次，可是我没有点，点法伤点的不够多，我的自由法伤，然后又说点法伤点的不够多，所以他伤害不太够啊。伤点的不够多，疾风峡湾呢？我会有星图，刚才是危机海礁，不是不是，暮光海滩，人家没架，迟钝。哦，爪欸，我看到爪，闪电，闪电然后就没架，为什么会是闪电呢？对，当掉。靠，我这卡太久了吧？卡了差不多，反正很多秒，4、5秒。不小心踩到。好卡哦。糟，现在就大家都睡饱醒来了吗？所以伺服器开始变烂了。哦，有一只，死去，靠，经验值，这护盾太少了，4000多，算了，回去也来不及了，不想回去了。机车，过去应该已经收起来。
有火炕明明是满的哎，居然吸血吸不回来。哦，好吧，我加攻速啊，他打比较快。减减，哇，连小怪把我一下都半条，这不科学啊！啊，还不成该来换装了，换一件，算了，换到800才多200。是贵好多哦。只能祈祷自己打到，不然那实在太贵啊，买不起啊，一颗一叉都没有，只有一堆硒，可能换一换买得起啊，四一叉有没有？应该有。回那我有四一叉，都是西呀、啊，好吧，那有混一个75以下的，损失一颗，其实那价差也没有很大，好像才1.3还多少。以前明明有到二啊，现在富豪死都不值钱，只能自己用了。不然我觉得根本不划算，我才18颗，吸这么多。传奇保险箱，那现在传奇保险箱有价，不是只有军团的。哦，到现在还没开掉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进入裂痕，我还没有进去。这随便开都有，只是怕打不赢。咦，箱子的是哪一个啊？箱子，找不到。箱子的是哪一个啊？是，不是？啊，算了，反正我记得有一个要开军团箱的。可以留一下。我们要捡东西卖一下，不然都没有钱。只好从红砖开始捡起。热情苦难，风潮流地。哦，再开开，靠，还误返呢？可以不要误返吗？我又要死了。好的。哦，这招派得上用场了。不行啊，伤害太低。真的会死哎。那呢？
哦，没事没事。现在的那个 ES 太低了，4600，打起来蛮抖的。还蛮多部位可以换的，可是都没有换啊。这头盔也可以换啊，手套也可以换，鞋子应该还换不掉。办法，我要跑速啊！那个生命对我来讲没用啊。啊，为什么多一条生命在那里呢？哎呦，没有门了。啊，有点不完了。可以多给我一点门吗？6个门不够用啊，捡东西都捡不完。新的，这在哪里？先放旁边。这招真的不够力啊，然后也没吸血，最后是跑过来被我的飞刃打死了。应该是有吸血，还是吸不过来？我飞刃都快吸不回来了。哎，没了啊！我去捡东西，记得还有一堆东西没捡啊，一堆。啊，好想把他们都捡回去呀、啊！是已经满了。哇、啊，还有什么重要的吗？没了吧？细件。巴哈姆特。啊，就这样。那有鉴定卷轴。哦，知识卷轴不是鉴定卷轴，这有用吗？99%法爆，呵呵，game，好玩呐、啊，超杀时间的，哦，还有一张疾风侠湾，啊，这张不要误返，没问题吧？点，元素要害，额外投射物，啊，可能会被网打死啊！看小怪应该打不死我吧？疾风侠湾，启动。考这个冰冷之土啊，双空之力啊，不是冰冷之土啊。量继承，这个哦，魔法怪啊，可明明是血族啊，哦，魔法怪皆有血族属性。好的，哦，原来这个这么恶心啊！诶，不能生了，力量不够。我需要更多的力量。失落成物，喂、欸，掉新土哎、欸，捡个。那地板燃烧啊！那燃烧伤我药水解不掉，实在很坑。海洋学者，
我有一张新的图了，我就知道我死到没有经验就对了。35%，一张图才5%哎。沙滩图，142。这张等等可以打，这张先收起来。这都卖富豪使用的，142。我觉得我如果有氧阶梯爬完的话，卡片应该也齐了吧？可能11没有啊，11有点难。猎手超贵的猎手。塞不下。巨剑，反正我 BOSS 打掉了嘛。疾风峡湾，在哪里？这里。哦，搞定。他现在才51哦。太少了吧！哇，打个蚊子打到麦克风，才51，应该都是75以上。只有一个而已，不要带在身上。啊，算了，还是带在身上。超纠结的，只剩一个。带也不是，不带也不是。哦，刷完它，感觉一天比一天累个，真的。这游戏为什么一天比一天累格呢？塞不下，走没两步就回去卖东西。诶，对啊，可以塞得下。靠，这个。原地挥空十几秒，突然暴毙！Oh my god！这么恐怖，啊，我回去升级一下的技能石，看来有蛮多颗都升级。继续填满它，因为是分 game。哇，这个好像有用，手套。有回来干嘛来着？哦，生技能石。我有没有力量的项链呢？有。升级。啊，GCP 快没了。
需要更多的 GCP。 哦，放回去。我看一下，没有20等的。哦，闪电传送。那闪电传送需要把它升级吗？现在也不用了，我超少用的。啊，不升了。喂，去买一颗新的，继续练。还是闪电传送升级是加施法速度，这样比较快。闪电传送，喂，我这次买不到。好哦。看我买不到闪电传送哦。啊，没关系，还好我有留一等的。你还有别科吗？没了吧。十四方，哦，应该没有。哦，就这样。瓦西里，这个方向，哦，学者，我哪一颗是19等的啊？后面这四颗，哦，这个方向可以过哎。啊，算了，我还是照原定路线绕好了。有人又累格，你看爆聘啊！我，看你看看什么东西。啊，看来不能玩了吧？开始爆聘了，因为是假日，所以会爆聘。爆聘的时候，好像比那个国际服还累个啊。也没有，国际服差不多100以上，好吧，还是没有国际服那个中间那个。左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，中间这个好像是聘值，这是你的 FPS。左边这个我真的搞不懂是什么。哦，武器元素厂。剑带超难卖，超级难卖。啊，这好像在骂人，超级难卖啊。又是这张，妈的，有一堆汉墓领地要干嘛？叫我用汉墓领地练到90等吗？还有那个额外投射物，水火球变三个。看到了。
是不想过去耶，然后把它绕完。哦，跑掉！更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这么痛！嗯哼，人畜要害。还掉一堆肠脏，那刚才那个应该是珍宝之魂，有一堆肠脏要干嘛啊？哇，没有门了，这个好碍事哦，收起来好了。其实可以摆这边呢。包包已经不够大了，还要多放一个金水。没有门的哦，我还有一半没有打。还有一个裂痕，好吧，也不能死欸，死人不能进来捡东西，啊，应该多留一个门的，让我先把旁边的怪清掉，我操，我的老没空了，不要看个聊天室就死掉了。什么？图腾带又有图腾嘲讽，哦，真的哦，那么爽！还有在嘲讽哦，猛猛的哦，才，哇，这太恶心了，这太恶心了吧？哎，这是那个。混沌的啊！我靠嘛！不要误反，不要靠近那边！啊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！我要捡东西啊！快收，快收！人家都没有掉碎片，哦，下午啦，一片无息，只有一片吗？哦，两片石息，啊，满满的。啊，捡不回去呀，不开心。盾牌不要，正火也是正火，真的很小一个啊。哦，四片。十点长杖，鉴定丢掉，鉴定。丢掉，你捡个传说装回去。皇家匕首，鉴定，哎，丢掉了。不好意思，丢掉。这样丢，啊，捡不回去呀，不开心。
喂，女王者，猫爪巨，狮爪不是猫爪。好的，它是狮爪巨剑。啊，这个，要怎么移动啊？要怎样才能塞得下呢？丢掉，哦，刚刚好。破城头盔，生命。鞋子丢掉啊，不能捡回去啊，超烦。还有24只怪，那正火图腾的，我是用那个什么，用之前练过的角色点过啊，超小一圈。好，我看人家用好像还要搭一个那个什么灼热连结，不然不太好用啊。因为有时候你图腾放出来哦，怪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这个没架的剑，很久很久以前是有架的，好多很久很久很久以前，long long ago。因为我有5片哎，我再去觅他要不要？有新的图吗？有，失落船坞啊，等等再觅。收藏下来觅，要等5片收获25C，还不错。可是那个成就，看2.5.1会不会比较会掉啊？应该是会比较会掉啊。不是比较会掉，比较会出现夏乌拉碎片的裂界怪、裂痕怪啊。极刃我有吗？极刃有啊，丢掉。宝石，哦，项链怎么这么多？缺戒指跟鞋子，这其实也可以拿来卖。啊，算了，收集满满的一页，看起来超壮观，可是并没有什么用，就是了。没有门了。哦，失落船坞。哦，今天只41趴。先到练的10趴，这应该也可以点金色了。哦，去吧，走麻了。等等，我甩一下手，手麻了。哦，跟元素要害30趴伤害，好像可以啊，可能会死个几次，唉。我每张图都要死几次啊！喝个水，喝个水，会死个几次啊？小于6次就还可以接受，可是我就没经验了。对，我记得后面那旁边还会喷刺出来，超恶心的。失落船坞，刚才那张是什么？忘记了。失落船坞，哦，疾风峡湾，我记啊。刚打完就忘记当哪一张了。啊，还是直一条。对。
也都远程怪啊，很恶心呢。咚咚咚咚，手机的电充满了，真的还要再掂一次。涓流完成，我的麦有收到，应该有，好像超大声。噔噔噔噔。哦，可以。我觉得这只 BOSS 也是很恶心的，不管对远程的还是近战的。那旁边那个喷刺真的莫名其妙。然后往死了还会跑一只小只的，它是俄罗斯娃娃嘛？我也很死了还会变小只的出来？喂、欸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不小心踩上去啊！我并没有要进门啊，虽然也是刚好可以回来卖东西啊。手套满的，我要鞋子啊，鞋子，哦，没有鞋子，哦，都卖掉，得浪费一个门。哦，才。哇，对面还会升吗？都不知道是什么，电的吗？像也不是，电的。我踩在电上面干嘛？我又卡了，啊，爆屏！虽然没有爆到超高。那就是那个啊，折扣再折扣，优惠再优惠，今天。唉，又捡不回去了。我这个应该可以不要留了。啊，算了算了。又捡不起来了。算了算了，就让它躺在那里，想到再回来捡。赤峰剑带。可以剪一下，值得一剪。还有吗？没了。这好像也不能直接冲网，因为是一条直直的，小怪应该几乎会打完，除非在那个边边角角没有走过去就没打。尖酸刻薄，啊，这个先不要剪。啊，直冲网啊！怕死到没有门啊！
可远程的，还是要先杀掉。残暴巨卷，这是什么什么卷的吗？长卷，甘西，哦对，长卷。咦，没有怪。他一直生小怪啊，强化巨亏5188，让没救啊，没什么用。欸，怎么一直在生怪啊？ What？ 觉得这里离王还很远。哦，超近，这我以为很远呢。打了十吧，虽然现在那个飞刃，欸，不是飞刃啊，游侠的那个飞刃的毒有 bug 啊，伤害好像比那个他们预期的要来的高，下一盘会砍。呀，丢什么啊？丢这个，轰冲，在哪里啊？我忘记了，在这里。我操！问号。为什么快死了？这可以告诉我为什么？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我快死掉了？再一次，这伤害也太高了吧！我先打个小怪。欸，他怎么跑过来了？这伤害也太高了吧！我死娃娃，行不行？扶一下，旁边已经开始喷了，有没有？啊，那个可能我实况看不清楚，超小条啊！啊，一起死啊！风骨，欸，没有一起死，欸，我死的他还没死，好坑呐！啊，我经验值。好的，又快50%，又掉到快40%，莫名其妙。这头应该没用，啊，可是那个能量护盾超趴数超高，出错基底了。哦，这个好像又不用，哎。哦，哦，超神这颗，可是我不会拿去上一叉，卖掉卖掉。哦，这颗应该有一叉价，我觉得。爪子嘛，攻速和物理伤，哦，爽赚，可不知道卖不卖得掉。哦，来看看。这样应该有一差价，应该。哦，终于可以拿到一差了嘛？要不然现在一颗一差都没有啊。这个应该没什么用，哦，继续堆着，快满一页了。这个，它属性有很恶心吗？哦，是蛮恶心的，30%伤害，25%攻速，好吧，是蛮恶心的。我又有毒人弹不住啊，
我等。那杀个小怪，欸，旁边那个刺刺的还是到处喷啊，应该最后一层了吧？喂，搞定，误反，我操，700滴血，还好他死掉了，不然我就死了。捡，不要摆个误反的怪吓人啊！可以回去捡东西了。地底之河也没打过，靠！我想收台啊，地底之河，死若重生。再打一张地底之河就收了。应该不会再掉新图了吧？有那么好掉啊？还没有要收啊？还打一张欸。这个要不要留？留，都留。再打一张地底之河，我那张扫完，都留。看起来都好垃圾，真的要留啊！我会被元素要害，还有43只，应该捡得完，因为只有死一次，好像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，可以不要死吗？喂，差点被小怪打死。看来我的这个护盾还是不太够啊。要换装。一个非常懒得换装啊。其实盾牌有得换欸，我有一个 ES400 的，可是抗性就不够了。现在抗性几乎都靠盾牌撑吧，这加了多少？45、71、104，盾牌换掉，我的抗就不够了。捡不起来。捡不起来，为什么我老是想把这个头卖掉？它看起来很好卖，就对了。咦，我这个嘛，405，那抗性就不够。船坞有记得吗？有。哦，没怪了，捡东西啊。还有吗？应该是最后两把剑。
前面应该没了吧？应该。哦，再刷一张地理之盒。不要勿反啊，勿反直接不刷。哎，哦，不用那个，不用变点金，因为已经是蓝色了。哦，这张刷完收台。无尾熊来着，这只无尾熊对近战也很不友善，会炸一圈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好像没有一张图对近战友善的。虽然玩的是法术，可是站这么近应该也算近战吧。啊，烂东西。瓦尔法伊，刺杀大师。这是鬼，先杀掉，太危险了。哦，柴，不是，哦，火的。好想站在那个火柱上，我敢按到刺杀大师。喂，没怪，我还想说站在火柱上面，想想还是不要好了，有点危险啊。也没怪啊，怪呢，只能趁没有怪的时候嚣张一下。什么实现内刺杀目标？我应该不会死到没有门吧？回去卖一下东西。无尾熊，我觉得我顶多死一次就很衰，刚好被他炸掉，然后就死掉了。78法，79，地底之痕，哇，这个罪魂，会不会太多了？没有要解双罪魂啊！妈的，都解完了才一直出现。想遇的时候都遇不到，不想遇的时候一直出现。哦，刚刚好。
怎么打不死？我又该浪费一个门了吧？啊，再浪费一个，还有四个门。暴击，好像蛮猛的。哦，抗性，那没有爬树，那我会上个爬树，上个爬树也没有很多哎，很多两哎没有到200啊，上个爬树。咦，相互做啊，这个可惜了，160，哎，把它加满190啊，没有180，才180，咦，竞技场，竞技场。哦，打过打过，是一张打过的图，78，这样，那个有氧阶梯多少？495，这样我才一天啊不到100哦，这样有点慢哎，凑不到10000啊。可能一天要200比较保险。一天200要50天。哎，直线之内刺杀目标，在那里瞎晃。啊，又捡不起来了，然后把它捡完吗？应该快到 BOSS 了，我觉得怕玩到没有门啊。没有门这张图就浪费了。朽木圆盾，丢一个记忆也太好出了吧！以前各种找不到，现在一直出。还会到吗？太远了吧。
哦，到了到了。先杀小怪。那地板擦掉真的蛮恶心的。我，很小，小无尾熊。嗯哼。地板到底什么时候会炸啊？完全看不懂。哦，没有炸，差点被小无尾熊秒杀。啊，这个护盾太少。好，今天就开到这里啦。收台啦，拜拜拜拜。